老杨到处说，16年前的昨天，也就是1月17日，那就是以赵子阳逝世的日子，一下子16年过去了。所以呢，昨天是已故中共总书记或者前总书记赵子阳逝世16周年。那么他们家的孩子王彦南还有他的女婿王志华等人呢，早上就到北京昌平区的墓地天寿园去拜祭。当然根据有关的报道，昨天有关当局只允许赵子阳家人到场啊，墓园的外围保安严密，还有挂有治安巡逻的保安呢在停车场驻截，很多媒体记者的车都不让停，诸如此类。因为什么？解释很简单，现在有疫情，没有预约不能停留，停留到附近的车全部被赶走，就警备警戒比往日要加强很多啊。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赵子阳的这个跟他夫人的这个墓地啊，前前后后的很多摄像头啊，这个真的不需要锦衣卫了，摄像头就够了啊。当然赵子阳生前一批友好和旧的部署，昨天也到访了他在北京胡同富强胡同的这个故居，包括呢97岁的杜导正，也就是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严防春秋的老社长杜导正，原来的副总编王彦军啊，都到了赵子阳的故居书房，向他们的遗照鞠躬献花。啊，这个杜导正的97岁的老人家还写了一个老老实实沿邓湖照的路子走，别的路子走不通，不知道写给谁看的啊。这句话再读一遍，你要老老实实沿着邓小平胡耀邦赵子阳的路子走，别的路子你走不通。所以呢，杜明明呢就说这个杜导正呢去拜祭啊，很高兴，他97岁年事已高，出路要坐轮椅，但是坚持每年要去祭拜，很难得啊，这革命的感情也很少有了。那么在赵子阳的墓碑的正前方侧后方有多个监视器，赵子阳的旧部包括原来的秘书李树桥、国家体改委官员的宋廷明都送上了鲜花。当然呢，就家属呢就没有安排对外发言，担心呢有会影响以后的祭拜。那有昨天呢在赵子阳的故居啊富强胡同呢外围多了十几名的便衣警察查看身份证，但是没有阻拦。赵子阳16年前去世之后，他的骨灰是长期安放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故居。那么这个一直延宕十几年，根据家属多年的争取，记住是家属多年的争取，有关当局才在2019年赵子阳百岁冥诞之际，同意了赵子阳跟他的妻子梁伯奇的骨灰安放在北京的民间墓地天寿园。那么高瑜呢在这个推特上说啊，这第16个忌日啊，年轻的孩子不知道赵子阳是谁呢。但是呢，很多被视之为有安全问题的外人士，当然我估计也包括高瑜这些人，禁止外出啊，禁止外出。这就是昨天的事啊，昨天的事。赵子阳、胡耀邦、那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啊，这就不用说了。两个人先后的被一个是辞职，一个是被免去公职。这两个人百年之后都没有进入八宝山。胡耀邦是自己找了这个墓地，在江西的共兴城，哇，一大片，我去采访过，哇，一大片山了，这个风水宝地啊。那共兴城呢，他也给了很大的照顾。那赵子阳呢，一直没有办法安放，一直没有政治上应该要有的，本来应该有的结论。所以呢，长期他的骨灰，由于众所周知的这些原因呢，就安放在他们老家富强胡同。直到2019年才获准安葬在天寿园。
当然也有一些分析说，这个赵紫阳逝世之后啊，他注意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就是新华社虽然有关报道上重申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呢不再提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话没了。评价赵紫阳的功绩，从原来的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提高到做过有益的贡献。逝世时候75个字连标点符号啊，蒋介石的逝世还好几百字啊，超过他啊，苛刻，对自己的总书记的这如此之苛刻，这也是党史上很罕有的，而且经常见也不一定。但是呢，有人说新华在这个表述上说明中共对赵紫阳的定性是有所松动，总体是向好的。好了，紧接着问题就是，既然你政治上对他的定性有所松动，总体向好，那好了，会不会像人们所期待预期的，在今后可见的一段时间，比如说中共二十大前后，能给赵紫阳一个更公道的政治评价吗？当然，第四点，对赵紫阳的生平事迹，这十多年来，甚至30多年来，海内外的民间的评价显然要比官方要丰富的多，要全面的多，坦白讲，要公正客观的多。13年，卢耀刚，原来中青报的这个兵点的那个资深的记者，闷声不响写了13年。终于写了一个巨著，上中下三册，那大陆出不了，香港也出不了，香港现在出版界也解放了，只能到台湾出那书啊。最具有典型意义就是这个代表作，就是卢耀刚所必要撰写的赵紫阳传，但那个副题意味深长，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那么美国那个余杰，他有个书评是这么写的，洋洋三大卷，磅礴百万字的赵紫阳传，是卢耀刚的最新力作。那赵紫阳去世之后，卢月刚耗费了13年时间，访谈数百位历史当事人，查阅汉牛冲动的史料，写成此一传记。他不接受家属资助，不接受任何人审稿，以谦卑审慎的态度完成了对赵紫阳的历史定位，民间的史学家的定位，我要读一遍：20世纪中国伟大的改革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为赵紫阳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交响曲。当然也谈到赵紫阳的性格上有弱点，过于胆小或者忠厚。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评论说，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在关键时刻可能是致命的。当然赵紫阳对自己也有一些自我的辩解，胆小的人有原则，他始终坚守了不开枪屠杀学生的原则，虽败犹荣。这是余杰啊曾经写过的一段话。想到这个日子，我想起16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月18号，我的读报节目也曾经有过一段遭遇啊，死活不让我谈赵紫阳逝世，这当然是新闻，新华社的发消息怎么不是新闻呢？于是乎做了一番抗争，终于顺利的把这个读报节目的天天的头条用了12分钟介绍了海内外的媒体对赵紫阳逝世的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当季的访问是很多年轻的大陆的留学生
竟然不知道赵子阳是谁，是哪一位歌星呢？多么的荒谬的提问。但是呢，这就是选择性遗忘、选择性记忆的悲剧。我还记得那一天的点题，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稳，有惊无险。据说后来呢，还有关方面组织的一帮专家学者研究了半天，把这12分钟的这个读报节目呢，来来横腾折腾了半天来审查，发现这哥们儿还行，没有超过新华社75个字报道的原则精神。但是呢，很多人知道赵子阳走了，而且海内外有那么大篇幅的报道。那他们家印了2000张的感谢卡片，啊，辗转转转呢，我拿到了一张。我今天我的珍藏，这就是我的读报生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中共党史上迄今为止仍未受到公正客观评价的历史人物还有不少，比较典型的包括陈独秀，啊，陈独秀慢慢放开了，当然还有高岗，啊，高岗呢，说来也是陕北红军出生，到今天也是还是没有，他的太太李立群刚走不久，没有一个，还有林彪，林彪为什么出走？林彪为什么会在温都尔汗就没了？这都是有悬案的。当然还有华国锋，还有胡耀邦，这两个人多多少少虽然给他有一些肯定，还是留了一些尾巴。最让人产生同情的就是赵子阳，很难期待赵子阳会有被公正评价的那一天，很难期待。当然要至少在中共20大以前，这样的可能性能属于微乎其微。我们看看不久前逝世的徐勤先将军的待遇，应该可以有另外一种佐证。这里面呢，当然要提到，不免看到2019年赵子阳的子女们在他的百岁冥寿，曾经也就是落葬落土为安的时候呢，发表过一篇祭文。这祭文谈到了赵子阳的一生、成长、家庭、出身诸如此类，感觉这是个一生为谨慎、大事不糊涂的老共产党人。这个祭文里面有谈到了赵子阳，他看不得别人受苦，对剥削压迫有着本能的仇视，他看不得不公不义，对苦难人权有天生的敏感。他在80年代说，如果我们国家的人权不如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这篇祭文还谈到，他有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总是怕麻烦别人，他怕受到殷勤的伺候会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对奉承的人哪怕是出于真心，他会神情尴尬，来探访的故旧如带着礼物，他会有受辱之感，却不知如何拒绝而不知所措。在众人面前说一些应景而无用的话，应该是高级干部的基本功，但是赵子阳却感到很困难。他爱动物，不论是自养还是野生的，这个呢，可以看一个人的心的柔软。那这里没有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读太多。那么赵子阳的秘书在回忆文章说，对谄媚逢迎的人，他感到难受；对彰显权势的行为，他感到厌恶。他的秘书感慨说，高高在上，手握重权多年，权力怎么对他没有任何腐蚀呢？赵子阳的子女们说，对于权力，先父跟其他一些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天下是大家的，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他一生临渊履冰，言行谨慎，但在泰山压顶的时候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我们欠百姓太多，我们正在还债。还债的情节在赵子阳心中萦怀多年，许多老前辈在文革结束后都有这种隆重的内疚的情节。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民又是中国农民，
欠的太多，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会从农村开始的原因吧。赵子阳子女这篇祭文有这么一段话，我想把它读出来。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是处于百年未有的未见的精神困局。多少举世无双的思想，多少兴灭拒绝的学问，那些维持百年犹不足毁一旦而有余的瑰宝，因为领导人的不了解不认同不喜欢毁掉了，无福再生。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思想的退化，理论的缺失，失去了龙腾虎跃的深刻的探索，看不见微弱闪烁的智慧的火花，既没有人道关怀的点滴温暖，也没有动人心弦的丝毫感动，这是百年未见的精神困局。这个困局至今依然。那好了，在中共年轻的时候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的英华，他们理想崇高，坚强勇敢，不计得失，那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天下英雄进入五谷之中矣。让人说不清道不白的是，在这短的让人惊异的时间里，那些精神那份传承突然无影无踪。几位风中之烛的老人，被称之为最后的良知，徒劳的痛心疾首的，也相继的寂灭了。古人有言：“也无遗贤，乃盛世之气象。”而今，经过多年的，哎呀，有时候读起这种文章都很感慨，是吧？经过多年的什么呢？古人有言：“也无遗贤，乃盛世之气象。”而今，经过多年的优败劣胜的逆向淘汰后，有道是：“刚正耿介者，寥落群星；寡廉鲜耻辈，洋洋大观。”啊，他认为这些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如此神速、如此彻底，亘古未闻。所以赵家子女对赵子阳也有这样一些感慨：在众所周知的那件事上，他是个胆小的人，他选择了苦路，他惧怕那悠悠后世的骂名，心之所善虽九死而未悔，为君之痛常太息而焉地。呜呼，自古君臣相继多美谈，而有始终者难以哉。唯有他以最后的行为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呼吁还在回响：我们希望改变中国，希望改变世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改变一下自己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即便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看不到还赵子阳一个公道的这一天，但是不应该轻易的忘却他。要记住赵子阳这个人的名字。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